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我要做莲蓉馅，买了这种莲蓉，但现在要蒸这个莲蓉。哎，就是白莲子，我蒸了，然后等一下要剥开里面的心。是700g的白莲子，要洗一洗才来蒸。你看，很肮脏，因为有点肮脏，洗了之后才来蒸。这样子蒸泡它，蒸泡一个小时。再哦，蒸泡一个小时，我们它把它里面的那个。新的拿掉了，这个哦要拿掉，因为它会苦的。把这心拿掉，你蒸了你剥开哦比较容易，因为蒸它比较硬，比较难剥。看到吗？这心好了，好，好了，洗一洗吧。把这莲放进煮饭锅里。1000ml 的水，哦，放到一个500，给它煮，按煮饭键 ，OK， 给它煮哦 ，OK， 煮好了，现在把它放在这个咖啡机这边。要过筛，它就比较细腻。再有，就有，有这样多。现在开始炒这个莲蓉。放油了，要放。这个是，放100ml 先，放100ml 的油先，给它吸收进去先。再放多一个200ml。200ml 的食用油，一共是300ml。要很小心，没有等一下看到。看小火先，看到没吸进去。这个是120g 的白砂糖，这个是健康糖。来不及哦，你就关火来做。120g 的白砂糖。再用糯米粉，30克的糯米粉，150ml 的水，勾芡，要两次加。把剩下的糯米粉水勾芡倒完进去。麦芽糖，麦
黑白煎蛋。放了100ml 的麦芽糖啊。放一点点椰糖，40克的椰糖，这是马六甲椰糖。这个开大火，可是它这样小的哦，属于中火来的。需要这样开的。莲蓉出锅啦！我是心疼你。